三个关系呢，引导老师们处理好和人和人的关系。我说了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啊，不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美国、英国觉得它好像发达了，也仅仅是相对于咱们的国家，相对于四五百年以后的国家，那美国太落后了，人均才42,000美元，算啥呀？那时候全地球100多万美元呢，再过1000年，那美国又算啥呀？非常落后啊，所以大家都是在发展的道路上，谁也别瞧不起谁啊，在这个发展阶段，人呢，心态呀，都可能守不住自我，可能精神没有家园啊。那么怎么办呢？咱就得理解人家，管好自己，处理好和各种不同人的关系。第一段叫做不神化任何一个人，别对人提出过高的要求。大家都不容易啊，大家都是马克思说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这个历史阶段啊，不太发达的社会关系，许许多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折射到每个人心灵的荧光屏上，大家都变得什么一记啊，思想很丰富，二有时候又显得无序，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别对人提出过高的要求。我从来不对老师们提出过高的要求，我从来不说老师们呢，好好干呐，咱们要夜以继日啊，要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啊，要带兵工作呀，我说开玩笑啊，像咱这样一般工作啊，用得着带兵工作吗？我说不许带兵工作啊。有的记者宣传什么快过教师节了，一位老师昏倒在讲台上啊，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啊。完了过了几天，又一位老师昏倒在讲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啊，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我就告诉我们学校的老师，20多年了，我都告诉咱们千万别学为什么？咱们这份工作，这听起来这话不太顺耳，但它比较实在。为什么？咱们这份工作不是董存瑞拖炸药包，黄继光堵枪眼，解放军战士扛红，用我的牺牲换来了大部队的前进，更多人的生存值得应该。有这种情况，必须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绝不推辞，值。但咱是干啥的？咱就是拿个粉笔棍儿在黑板上写写字儿啊，拿个教材给学生讲点事儿啊。干这个工作，干着干着，一个一个都昏倒了。党和人民受多大损失啊？给家属带来多重的负担呢？我说同志们，千千万万，一个当老师的要学会健身。有病要早治，没病要健身啊，学会锻炼身体，这是至关重要的。我当局长以后，我说过多少次的大会上，我说我当局长最吃亏的一件事儿，就不能用公家时间锻炼自己身体了。我在学校的时候，1979年开始，每天用上班的时间1个小时锻炼身体，跑步5000米10华里。跑下来，天天这样，但没一个人说我自私自利，说这魏老师太自私自利了，总用公家时间锻炼他个人身体呢，还纷纷颂扬我说呀，咱那个魏老师多好啊，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他天天跑在我们队伍之中啊，起带头作用啊，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啊，天天激励着我们奋斗，是为了我们呢。其实我不都为了自己吗？所以我说，在大部分情况下，老师们、同志们，我希望盘锦市实验中学的老师把个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统一起来，在根本利益上，这都是一致的，不相冲撞的。你说咱那个党多好啊，提倡大家用公家时间锻炼身体，陪着学生跑步啊，陪着学生做操。盘锦市现在所有的学校老师都跟学生一块儿做广播体操，
天天列队啊，原来是城区的，好，我说县里的我们不管你们，后来县里也觉得不错，全跟学生一块儿做操，我说这不是很便宜的事情吗？我说你要带病工作啊，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你想想看，自己痛苦不说，家人负担重不说，党科人民受损失，我这个校长还得多花医药费呀。这些话说起来啊，好像都不太革命，但真的比较实在。不把人看成神，大家都是有六欲七情的活人，于是老师们是不是劲儿就更足啊？处理好人和人的关系的第二段叫做一定不鬼化任何一个人。一，别抬高人，把人看得过高啊，过于神圣啊，过于纯洁，这是不可能的。接下来呢，千万别鬼化任何一个人，每一个学生都不容易，绝不能对那些后进的，因为爱好学生谁都会，难的是什么呀？爱那些后进的学生，不听话的学生，学习差的学生啊，学会爱他们是不容易的事情。怎么办呢？你偏要跟他同桌啊，坐上那么一两个月，你感受感受啊，情感大不一样啊，就觉得他有许多可爱的地方。1979年，我跟我们全班倒数第一的同学呀，同桌做了100多节课，原来我责备他、指责他、埋怨他啊，有时候还讽刺他。做了100多节课之后，我才感觉到他不容易，他很可爱。什么呀？每天听那个课呀，英语课根本一点都听不明白呀，啊！但他还让自己身体各部器官在椅子上进行了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啊，挺着。后来听着数学课不明白，物理课不明白，化学课全是外语课呀，人天天听还在那能坚持住，你说得有多不容易 啊！日久天长磨练出来的是何等顽强的意志 啊！我说让咱们当老师的坐在学生的椅子上啊，让您连着从早到晚听上7节西班牙语，您是什么滋味啊？而那个学生往那一坐，哪是一个7节啊，啊，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年深日久磨练出来的是何等顽强的意志啊！他怎么不可爱呀？啊，我说人家这么苦这么难呐，没人同情，没人理解人家，还总有老师讽刺挖苦他呀！啊，我总说老师们想过没有，一个当老师的讽刺挖苦学生最苦最累的是谁呀？不是人家学生，是咱这些当老师的。大家想想看，每班学生都有不听话的、好打架的、学习差的，你想不出办法来，只会讽刺挖苦战斗，甚至气得自己脸色铁青、浑身烂抖啊！啊，学生顶多奉陪咱3年5年到头了，人家走了，咱回到一个位置，又新接一半学生，又有1个2个好打架，3个4个不听话，5个6个学习差，你还想不出招来，只会讽刺挖苦战斗，气得自己脸色铁青、浑身烂抖。多是3年5年，人家又毕业了，咱又回到这个位置了，又接一接新学生了，又有不听话的了，继续战斗啊！对人家学生来说，人家是车轮大战，没累到哪儿去呀！但咱这个老师呢，要在这个位置上辛苦一生，战斗一生，所以我说，老师们仅仅为了善待咱们自己，也绝不能鬼化那些后进的学生，他们不容易。我说咱们到医院看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大夫一看咱得病，他来气儿了，你怎么得这个病啊？这病多难治啊，我就会治感冒，你怎么不感冒呢？这个大夫还能有出息吗？大夫的医疗技术怎么提高的？是在治疗各种患者疑难杂症的医疗实践中提高的。同理可证，教师的教育技术怎么提高的？他是在治疗各种学生心灵上的疑难杂症的教育实践中提高的啊！所以我说，仅仅为了善待咱们自己，也要善待这些后进的学生。这些后进的学生恰恰给咱提供了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机遇啊。我经常说呀，老师们同志们啊，看来我有点教育教学的方法，跟谁学的？更多的是跟后进的学生学的，您说是不是？哎，大家觉得也是这么回事，善待别人实际是解放了自己啊，绝不鬼化任何一个人。那么既不鬼化也不神化，人和人之间怎么处啊？啊，建立互助的师生关系，一定要互相帮助，看谁都是咱的助手，嗯，每一位学生真的都是老师的助手，嗯，老师的助手既有家长也有领导，更多的是每位同学，啊，老师的资源就在教室里，教室六七十名学生都可以成为咱们的副班主任，一旦这样看待咱们的学生啊，看待同志们，于是就快乐了啊！我是要求潘锦诗实验中学的老师们要多互助少互斗。我讲其实与人奋斗并不其乐无穷，与人互助才其乐无穷。潘锦诗实验中学的老师们一定要少琢磨人，多琢磨事儿，少把精力用在研究研究七七叉叉七七叉叉同志之间的家长里短上，多用在静下心来做实事上。我这个观念也使得我们学校老师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和谐，有本事帮助别人，没本事别冷言冷语讽刺挖苦别人啊，别计较别人的短处啊！一旦这样，你这个集体啊，队伍才好带啊，班子才好开展工作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际关系啊，现在我要求潘锦诗的老师交流啊，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交流啊，特别是要评高级职称的必须交流啊。很多到实验中学交流的老师，别的学校都觉得，这个学校啊，人与人之间关系好粗啊，谁也不琢磨别人，有精神头的时候都研究怎么帮帮别人，怎样去说向别人学习的话，于是在这个集体里，穷点富点高点低点，大家都有一种什么归属感，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啊。我们学校校训是这么六个字儿：真诚、善良、创新。人与人之间要真诚，大家不容易凑到一起啊，大家要以善心待人啊。所以一个校长，你不用去处理这些家长里短了啊，不用处理同志们动不动来点纠纷的事了啊，大家都在互相帮助着搀扶着走完人生这段道路的时候，你这个学校是不是就舒服了啊？一上班啊，同志们相互看着都挺顺眼的啊。我不说吗，我当班主任啊，看着我那班学生一个个都像天使似的啊，于是自己就舒服啊。当校长看着我这一百多老师一个个真的都像天使似的，看谁谁痛快，人家痛快咱也舒服啊啊。到了教育局呢，我看我这一百多机关干部一个个都像天使似的，哎，就舒服啊。老师们，当你把人家看成天使的时候，您就天天生活在天堂中了啊。翻过来，当您把别人都看成魔鬼的时候，您就天天煎熬在地狱里啊。我说仅仅为了解救自己，也要这样善心待人，好心待人，形成一种互助的关系。有的说，魏老师，整你那人你也跟他互助吗？啊，也把他看成天使吗？我说你不把他看成天使，看成什么呀？看成魔鬼自己不遭罪吗？啊，那看成什么天使啊？我说把他看成磨练咱意志的天使啊，增长咱能力的天使啊。
孟夫子早就说过，天之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啊。那么人家是磨练咱意志了。我那个文化大革命，我的顶头上司整我，我想我也是该整，为什么呢？人家那边都批林批孔，我呢这边非得说尊孔啊，孔夫子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你这不早不痛快吗？我那顶头上司啊，他给我写的那些材料都给没收了，我的日记啊，50多万字，他从50多万字里搜集出108条反动言论，非得说魏书生有一个完整的反动的思想体系，最多的时候一天批我3遍啊，那时候我就入党了，党内批完，党外批，小会儿批完，大会儿批，批判完了，我照样找一宽敞地方，晚上让我回去，我打拳练武。为什么？小时候学的武术，长大不愿扔掉了，结果第二天让人发现了，批得更狠。啊，魏书生你不老实！我说我怎么不老实了？白天挨批判好像挺老实，晚上你干什么张牙舞爪的？你想变天呢？我说没想变天呢。啊，没想变天，你蹦蹦跳跳的干什么呀？啊，我说我就想，我还公费医疗，我要窝囊病了的话，不浪费党和人民的医药费吗？我这么锻炼锻炼，给党和人民省钱不说，第二天挨批判也好有劲儿啊！啊，你这么想的，那你还练吧？啊，又让我练了。很多人不理解，24岁的小反革命啊，白天挨完一天批判，晚上他怎么有精神头打拳练武？他怎么想的？咱就这么想的。第一，咱不想挨批判；第二，已经挨上了，那是咱想咱不想的事儿啊，只好通过研究，通过挨批判这个事儿能占点什么便宜呢？人世间什么事儿都是这样，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苦必有一甜，有一难必有一益。走出阴影肯定是阳光，手心翻过来必然是手背儿啊。那么，挨批判的另一面怎么的？一，磨练了咱的意志啊；二，开阔了咱的胸怀呀，三，增强了咱的承受力呀，加深了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认识啊，是不是就比较便宜了啊？于是你就把人家整咱这个事儿变成什么呀？帮助咱了啊！这么思考问题绝便宜。于是呢，瞅他也不生气啊，对立不起来了。您说是不便宜啊？四人帮折腾完了，我就不反革命了。一旦不反革命了，有的人劝我写写材料，揭发他当当三种人。我说别整，来回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他白整你了。你怎么想的？我说真心诚意的把他想成自己的助手，真心诚意的盼望着人家成为党和人民的好干部了。人家成党和人民的好干部，对人家自己、对人家妻子儿女、父母亲朋、党的事业都有好处。咱呢？不也多一个朋友，多一个助手吗？您说是不是？老师们，您想想看，你非得整他、治他，把他逼急了，什么急了？尚且知道跳墙呢，何况人乎？你把人家逼急了，咱不也缺少安全感吗？所以这么想事儿啊，真的比较便宜啊，到处都是咱的助手啊，人与人之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咱就这么处啊。最后一个关系叫做处理好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有的说，魏老师你说错了，自己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以处理啊？其实这是最难处的一个关系啊！一旦老师们都这么分析问题，老师们引导学生这么处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的时候，你这个学校啊，麻烦呐啊，什么意外的事儿啊，都会很少啊，不由自主的就成为一个整体啊。所以实际教育这个事儿，要紧的管理不在那些个什么制度啊，怎么治人，怎么管人，发奖金呢、那些要紧啊，但是思想是最要紧的。观念、思想引导大家都这么思考问题了，按规律思考问题了，都学会讲理了，都学会什么比较高的角度看问题了，你这个学校当然就好领导了啊。处理好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三段。第一段叫做
人一定要认识到千方百计解放自我，别捆绑自己，压抑自己。第二段，人一定要千方百计爱自己，真爱自己，不是爱自己缺点毛病了啊，而是爱自己长处、优势，守住自己的个性，守住自己的特点。第三段，人要学会超越自我，把人生的顺境、逆境、打击、磨难、奖励、表扬，都当作超越自我的阶梯。翻过来，弄不好，我说的这些全能成为什么？降低自己人格和水平的障碍，这都是真事儿啊。好，怎么把它用好？先说解放啊，人要解放自我。我说老师们同志们啊，人这个精神罗网啊，实际都是左一圈右一圈自己给自己编织的，人的精神陷阱全是自己给自己挖掘的，精神监狱都是一块砖一块砖自己给自己砌就的啊！如果自己不挖掘精神陷阱的话，大家想想看，中科院那些院士们啊，知识那么丰富，科研课题那么深奥，但没有谁脑子累坏。说中科院的院士们脑子没累坏，但另一个院的那些人呢，一个个脑子都累坏了啊！什么院呢？精神病院呢？啊，有的呢，青年人，你看着挺好于青年人，怎么弄一精神病呢？一查精神病史呀，失恋造成的。失恋这个事儿，70%-70%的青年人或多或少都干过一点啊，这是真事儿。但更多的同志呢，拿得起，撂得下，出得来，进得去，一研究，哼，反正是人家不要咱，也不是咱不要人家，怎么办呢？眼睛向内，超越自我，提高素质，增长能力，争取找一更好的对象，让他后悔，不就完了吗？但有的人呢，他就不依不饶啊，自己在那挖精神陷阱啊，没了这个事儿啊，就不好好活着呀，做梦也想啊，吃饭也思啊，弄得说这么好的对象没有了以后，我可怎么活呢？都弄成神经官能症了，还在那思考呢。这么多次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他怎么都不算了呢？多少次海边漫步、沙滩追逐的日子，这不一去不复返了吗？哎，神经断裂，全赔你了。人家那位还得庆幸呀，幸亏没跟他呀，这跟他日子有法过吗？这点小心眼儿哎，所以翻过来呢，你要解放自己啊，转换一个兴奋中心，马上做别的事儿来冲淡它，这是完全做得到的事情啊。我们班有一学生啊，考试总是全年组前三名，一个年组500多人前三名，这不是挺快乐的事情吗？于是挺自豪挺骄傲的啊，养成了那种必胜的性格。有一天呢，他们家出点意外的事儿，意外的事儿呢，正赶上考试第一科语文考砸了。从来没失败过的学生啊，他扛挫折能力比较差，心态越来越差，越来越糟。结果越考越糟，越考越糟。总成绩出来以后，别说全年组前三名啊，在我们这个班一下排到35。于是他就开始难受了啊，皱着眉呀，撅着嘴呀，在那我就得逗逗他呀，低个头，弓个腰，我说你干什么呢？自编精神罗网呢？老师你别逗了。我说你苦在什么地方？老师我考试考到35，回家怎么见父母？一根绳把自己捆上了。我说还有难受的事吗？老师邻居要知道我考到35，背后都得戳我脊梁骨。我说还有痛苦的事吗？老师那竞争对手要知道我考到35，这得多欢欣鼓舞。又一根绳。我说还有难受的事吗？老师那客人老师要知道我考到35，一定会轻视我。我说还有呢？老师您能不能瞧不起我呀？我说你要这个熊样，
我怎么能瞧得起你啊？你考到35本来已经不幸啊，你还用这么多青春智力脑细胞编织这么一张秘密的精神的罗网，紧紧把自己缠绕起来，何谈分析失误的原因，制定夺回那个位置的措施啊。我说你应该跳出这坑解放自我呀。老师，我也想跳，跳不出去了。嗯，我说这样吧，你写一篇日记，就随随便便的写，瞎写一气，题目是七个角度看失误，把考试失误这件事儿看作一口井的盖子。第一个角度，你坐在井底去看；第二个角度，在井沿看；第三个角度，大山脚下；第四个角度，站在山峰上看；第五个角度，端坐云端看一看；第六个角度，站在月球上看一看；第七个角度，让自己站在太白金星上看它，有什么感觉？写，嗯，赶快写，逼着他马上动手，啊，写到第七段，跟我说：“老师啊，我眼界特别开阔呀，为什么呢？角度不同了啊，他马上啊不在那个角度思考问题了，马上做这个事儿，这又是随便想的事儿啊，当然想想他就钻出这个牛角尖了。”老师啊，我写第一段的时候觉得什么一片黑暗呢，前途无光啊，末日来临呢，没有出路啊。为什么？因为你人生境界低，人生境界低，眼界自然狭隘，一口井的盖子足以盖住你的全部前程。哎，当你到井沿的时候才发现呀，盖是不小，那么多事要做呢。第三个角度，大山脚下它就更小了，站在山峰上的时候才看着，原来自己那口井的盖子在那儿跌坑头，那算什么呀？人生道路纵横交错，何为主，何为次？正因为在这块跌倒了，才更应该奋发向上，立即站起，超越自我，多干实事，夺回失去的损失。第五个角度，站在云端看就更小了，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地球多大个儿啊，就是比太月亮咱们看的那个月亮直径大两倍的淡蓝色的星体呀，就这么一个东西啊，站在太白金星上就更小了。我经常觉得人生有一种自我渺小感，有时候有一点自我渺小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容易解脱自己，别总觉得自己沉甸甸的啊！我经常觉得魏书生算啥呀，咱魏书生不就是苍茫宇宙中一颗小小的星星上表皮的一个极小的微生物吗？啊，把这点大事想清了，于是你就死得起，死得起才能活得好啊！啊，输得起才能赢得成，大方面一定要看透，想远，于是容易使自己得到解放。我说对了，以后啊，你别光这一件事儿，别的事儿遇到不痛快的事儿，千万别让自己顺着那个牛角尖继续钻了，一定让自己变换十来个空间角度，八九个时间角度，看一看同一件事儿，才能看清它的位置，它的价值，才能想出解脱自己的方法。我说人呐，如果你不从心灵上捆绑自己的话，世界上没有第二种力量能捆绑得住一个人的精神呢。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啊？康布内拉啊，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一辈子住了30多年牢房啊，30多年先后转移过50多种不同的牢房，折磨他，都没有征服他的意志啊。啊，统治者想征服他，把他吊起来打呀，啊，地下放上木签子，然后把他的肉体砸入木签子，问他放弃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不放弃，吊起来，再往深扎，扎得更深，放弃不放弃？还不放弃，直到昏死过去呀。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仍然向往光明，向往太阳，在那里写作《太阳城》。后来给马克思恩格斯以启示啊，
我说人活到这种精气神儿，他才找到一种做人的自豪感。现在咱们做这样的人已经不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了。我说千万往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站在高处看人生，总也不让自己进入灵魂的监狱。第二段，珍爱自我，珍惜爱护自己。我不要求老师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原因什么我做不到。我算优秀共产党员了。我是建党80周年大会上人民大会堂表彰的优秀的党委书记，在全中国少之又少，但是真的没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想做做不到。良心话，关心我们盘锦的学生真的是超过关心北京市的学生。良心话，爱自己班的学生真的是超过对其他班学生那个感情，这都是真事儿。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第10届运动会，我发自内心的盼望着辽宁队能赢了北京队这都真事儿。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希望北京赢了辽宁，办不到我经常说咱都这样，有什么道理要求普通的老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与其把更高的做不到的口号降到离同志们实际更近一点是不是更好啊？把它提得更高，与其还不如降得更低一点老师们觉得更可信。所以我经常讲，老师们要把个人正当权益这面旗帜高高举起。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老师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就是在维护集体的利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真的国家、党、集体的根本利益和每个人的根本利益真的是一致的你怎么研究都这么回事儿所以我说千千万万珍爱自我。怎么珍爱？三个珍爱。一，时间上珍爱自己生命的每一段。二，空间上珍爱自己生存的每一处。三，珍爱自己的长处和特点。先说时间上，有的人跟我说，魏老师这个30岁不好过。我说怎么的？这青年教师说了，30岁不像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要求不严格也没有家庭事业的矛盾，因为呢还没找对象，没小孩呢。现在可倒好，30岁了领导要求越来越严了，说我们有经验了然后家庭和事业还碰撞起来了。孩子这3-4岁孩子身体不好，3天2头跑医院，不好不好。我说还有说30岁不好的，你看那40岁老师说什么呢40岁老师凑一块不都说这话吗？人这辈子哪段最不容易？不人到中年吗中年人最累呀。为什么呢？在家庭里独当一面原来老人能够帮着咱看孩子，现在不仅不能看孩子了，回家咱还得伺候老人了在工作单位呢，中年人也比别人难呢。为什么？老年人犯了毛病可以理解，老了快退休了，年轻人犯了毛病也可以原谅，为啥？年轻没经验呢。唯独中年教师犯了毛病，人一般都不依不饶正说着呢，这段又过去了到50岁又后悔了呀。咱怎么说中年不好那段比现在强多了，记性比现在好体力比现在好另外人过51抱啥啥不批，提干根本没希望正说着50岁不好呢，这段又过去了。人这一辈子生命的车轮呈加速度运动状态，这轮子是越转越快越转越快7-8岁的时候您感觉盼着过年，就盼着还不过年呢，还不过年呢，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年。到了27-8岁您才感觉到
这年不像小时候判的那么慢，到了四十七八岁的时候，您才发现呀，这不刚过完年，怎么又快过年了呢？啊，是越算越快，越算越快呀！啊，到六十岁退休又后悔了呀，咱怎么说五十岁不好啊？五十岁比现在强多了啊！这退休了没事儿干了，坐在家里呀，一天，原来有人动不动找我办点事儿，现在可倒好，谁也不来找我了。这是不是瞧不起我呀？其实您想想看，找您也办不成了，不给您增加负担吗？他不这么想，作家生闷气儿啊。翻过来呢，我说老师们，这思维方式稍微变化一下，哎，您就天天快乐了。为什么？人生啊，其实各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各自的阴阳利弊明暗两个方面，哎，就像我的手掌似的，站在您那个角度说，这面是亮的，色彩鲜艳，反射光源的，对不对？对。为什么？因为您站在主光源的受光面，站在我这个方面说它有点阴有点暗，色彩不太鲜艳，对不对？主光源的背光面是这么回事啊。全面的看法是您上我这儿来，我到您这儿去，才发现要它有阴阳明暗两个方面。对了，您把它放在左侧、右侧、中间、上边、下边、室内、室外，都有阴阳明暗两个方面。人生何尝不如此啊？人生从产科医院来到地球上报道，走啊走啊走啊走，一直走到退休，各个阶段都有各个阶段不同的阴阳明暗、好坏利弊、恩怨得失、兴衰荣辱两个方面。聪明的人站在哪段就看哪段的阳面、兴面、荣面、德面，结果一辈子都活在好时候。二十岁说二十岁好，三十岁看三十岁，四十岁看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退休以后发现呀，人生一个最好的阶段来临了。为什么？原来总想看连续剧，但是呢，总让咱上班没时间，这回坐在家里，从早连续到晚，没人找咱上班了啊。然后看完连续剧，愿怎么玩怎么玩，愿怎么锻炼怎么锻炼，多好啊！于是你天天活在好时候。我说用这种思维方式呢，您就哪个阶段都活在人生的好阶段，哪一年都活在人生最好的一年。哎，这月2006年5月6日啊，是最好的一天。上午是最好的半天，10:55是最好的一分。这样您就天天活在好时候、好分、好秒。为什么？每段时间的利，你如果不及时的看到它、感悟它的话，稍纵即逝，过去了。啊，看它利面、好面，你就天天能感悟到它好的一面。您说便宜不便宜啊？啊，空间上，爱自己生存的每一处，爱自己生活的每一个国家、省市、县、乡村呐。活在中国爱中国，活在辽宁爱辽宁，活在盘锦爱盘锦，别傻乎乎的活在中国，天天使劲爱澳大利亚啊，你不白爱吗？啊，一也别说人家澳大利亚不好，别像文化大革命那种思维方式，为了显示自己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傻乎乎的先把周边国家骂一通啊，以否定别人的方式来垫高自己，这是开玩笑。什么啊，美国人有的露宿街头啊，法国人有的吃不上穿不上啊，然后只有我们中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世界上有2/3受苦人等着咱去解放啊，咱傻乎的以为人家真吃不上穿不上的，后来打开国门一看，才发现怎么的，最穷那点人基本都在这儿呢啊。四人帮折腾完了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了，非常可怜，还在那儿吹呢啊。对，现在你要说咱不错了，还有点底气了啊。所以我说千万别那样，合理的思维方式是美国好啊，英国好啊，俄罗斯好，新加坡好，中国也好，每个国家的人民爱自己的国家都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当然不是爱咱的短处，
家乡也是这样。同学们，活在盘锦必须爱盘锦啊、哦！老师们也是要好好爱咱盘锦市，爱咱试验中学。有的跟我说，哼，盘锦有什么可爱的，平溜溜的大盐碱滩。我说我沈阳下乡到这儿都这么爱呢，你们土生土长有什么不爱的啊？我说这儿不好哪儿好，桂林山水好。我说你怎么知道，哼，您看这图片，桂林山水甲天下。我说不用让看图片，桂林那地界我讲学都去过12趟了啊。中国凡是风景好的地方我都没少去，因为那地方容易开会啊、嗯、我就讲啊，桂林多好啊，多漂亮，大榕树大榕树，清澈的漓江，九马画山呐、啊、月亮山，讲的他脖子都抻直了。我说咱到桂林活着去，老师咱能去吗？我说怎么不能去呢？咱有桂林户口吗？到那以后能工作吗？有房子吗？有后台吗？能生存吗？我说这不结了吗？桂林好你去不了，好的白好；盘锦不好你离不开，坏的白坏。你不把自个儿张糟践了吗？我说仅仅为了咱自己，也要好好爱家乡这片土地。爱什么？盘锦市当然不是爱咱短处，咱有长处。什么长处？盘锦市有全世界第一大的芦苇荡啊，沿海呀，滩涂上啊，几十公里连绵不断的芦苇呀，那是城市的肺呀。所以盘锦空气就好啊，全世界第一大啊。我们118公里海岸线，哎，有不少地方都是大芦苇啊。我们有全中国啊第三大的油田啊，现在油价这么高啊，底下抽上来就卖挺多钱呢啊，自然就好起来了啊。盘锦种别的不爱长，种大米特别好吃。现在北京有的粮站都挂出好消息啊，现新到正宗盘锦大米啊。我们盘锦水稻地里农民还可以养河蟹啊，沿海呢海蟹也很多呀，卖15-16块钱一斤，大个儿的河蟹农民养的50-60块钱一斤，好多农民养河蟹发了财呀。搞来搞去，盘锦市 GDP 总值连续8年排在辽宁省的第4位，沈阳、大连、鞍山、盘锦连续8年呢、有6年我们按人口平均都排在辽宁省的第1位，这不就好了吗？老师们，不为别的，为了咱自己，也好好爱家乡这片土地。当然也不用那种爱法非得否定人家，哼，桂林山水算什么，照我们平溜溜的大盐碱滩差远了。不对，合理的思维方式是桂林好，苏州好，北京好，盘锦也好、哦、这么样思考问题，你就总活在好地方、盘锦好，试验中学好，咱这教室好，我这个座位好，你说你不天天站在好地界吗？看他优势的一面，好的一面，快乐起来。最后一段叫做一定要超越自我，把困难、把工作、把学习都当作超越自我的阶梯。我问青年人呢，你大学毕业，这是我刚当校长的时候啊，跟青年人谈心啊，面前两副担，一副200斤，一副100斤，你说挑哪副担子比较便宜啊？啊，那200斤多给钱吧？啊，现在年轻人有的都毫不隐晦呀。我说开玩笑，都一样。啊，那呀，一样工资的话，当然挑100斤的便宜。我说那100斤便宜什么？啊，100斤多轻松啊，100斤多省劲儿啊。我说错，要叫我选择的话，趁着年轻，抢挑那200斤的担子。啊，那多了也不得不多得工资。我说工资虽然不多得，多得什么呀？多得了能力水平和经验呢。工作能力强，什么工作多逼出来的啊？铁肩膀怎么的，担子重压出来的，这是铁的法则呀。我说你趁着年轻抢挑重担，增长能力。我说到下一个世纪，你们年轻人多幸运呐、你们一定面对着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世界。
拿着自己一身本事啊，这个地方愿干我干，不愿干，因为你有本事啊，你有广阔的选择余地呀、啊，你信不信？哎，他觉得可能也是这么回事吧，于是就干起来。后来我再问，我说从你们家到学校三华里路程，走路合适呢，骑自行车合适？校长，当然是骑自行车合适。我说为什么？那多舒服啊！我说错，要叫我选，干什么？走路，啊，我家离学校两华里多的时候，我天天早晨都是走啊，一天来回走，为啥？便宜，啊，那便宜什么？我说，心肝肺筋骨皮，白捡一个锻炼的机遇啊！哎，他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啊，啊，后来我再问，从咱们学校出发到市教育局去开会，我没当局长的时候，啊，往返40华里，跨过一条大河，啊，我说这回是骑自行车合适呢，还是坐汽车合适啊？这就不能走路了啊！校长，您当然得说骑自行车合适。我说你别考虑我，你觉得怎么的啊？我们也觉得还是骑自行车啊，年轻轻的，白捡一个锻炼的机遇啊。实际上我这些话刚一看，形式上好像是错话啊，谬论，往深去想全是真话，最有用的话啊。信我的话的人越来越多，我这个学校队伍就好带啊，啊，班子凝聚力也强啊，威信也高，为啥？都抢着干事儿啊，我呢也是能多干的时候多干呢啊，我能走路的时候走路啊啊，有个5-6里地儿，有时候我都开会都是走路啊，不骑自行车。魏老师干什么呢？怎么不骑车？我说占便宜呢啊，从学校到局里开会往返40里地，我经常自行车一骑，这就不能走了啊。别的行业一看呀，那么魏老师嘛，那么冷的天骑个自行车啊，唉，典型难当啊，有车不敢坐，考虑给国家省油呢。我就在干部大会上讲，我说在骑自行车开会这个问题上，魏有成一丝一毫都没想党和人民的利益啊，我出于纯粹自私自利的考虑啊。为什么？40里地进真气排病气，强制性锻炼，出点小汗小病还没了，你没这个机会，你能在学校大操场上左一圈右一圈骑40里地自行车吗？全校学生一看不理解了，一儿呀，今儿咱校长怎么的病了？那骑啊，我这种思维方式真的是自己比较便宜，我站在这儿说话不坐下说话，大家说我亏了还是便宜着了？实际便宜着了。为什么呢？我不说了吗？有一难必有一义 啊，手心翻过来肯定是手背啊，我阴面多付出一些力气，阳面自然多补充一些力气。不谦虚地说，有的青年人您大概战功不如我，我最多的时候往这一站，站过多少？12天站下来呀，站一天，晚上装飞机运到一个城市，亮天又站一天，晚上装飞机又运到一个城市，12天下来没问题呀，啊，原因呢，把它当作便宜来占，啊，我这种思维方式影响到我的副职啊，啊，我的一位老校长原来是我的领导，后来我当书记校长了，就跑我下边去了，密切的跟咱配合，全身心的支持咱。啊，咱不在家，咱在家那细事都人家干的教学，而且呢一直在教课。1963年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生啊，一直非要教课呀啊，一直到退休还在上课呀，你说他能不带出好队伍啊？我那个另一位副校长啊，崔校长原来也是我的领导，我当一把手了，人家到下边去了，也是全身心的支持咱，啊，一直在教课，教到退休，嗯，你说我这个一把手啊，书记、校长啊、班主任带着啊，课教着，副校长都这么教课，我浙江书生中学到什么程度？啊，常务副校长，什么叫常务副校长？咱什么事儿都不干呢，都人家管呢，3000多学生啊。教物理课当班主任，
我说别当班主任，他觉得有意思，找一个最乱的班当啊，把这班越带越好啊，那是民办学校啊。副校长一共三个副校长啊，我是郑校长啊，啊，抓教学的副校长，当高中的班主任，教高中的数学课，啊，管政教的副校长啊，教高中两个班的语文课，还管着3000多学生的教学，这个纪律啊。我说呀，咱这样的民营学校不好办，3600学生高收费，很多都是很有钱的，行为习惯咱能管好不容易，就别教课，就愿意教课呀，啊，你说这样的班子他自然就带出好队伍，大家都把超越自我当作最宝贵的财富啊。一个老师，这我实验中学的老师非得说，魏老师我还教一班课。我说你都两班英语还教什么，老师您不是说多干活是占便宜吗，非教三班英语。我那个教改班办公室主任啊，管着全校的教改，当着班主任教着英语课，还跟我要，还得给我一个班。我说怎么的啊，你都当两班班主任呢，非干两班班主任教两班课。后来提拔到最好的完全中学一把手，3000多学生，管得非常好啊。我那个教务主任啊，教着数学课，管着全校的教学，后来提拔，我说你少教点课吧，非要教课呀啊。提拔到我们最老的中学啊，当一把手校长，这都是我没干局长的时候提的，我要当局长提人家，这不正提净提自己人了吗啊。到那干得非常好啊。我那政教主任啊，教物理课，当班主任，管着全校政教啊，后来提拔到也是一中啊，当校长啊。他们离开以后或者在这儿的时候，都觉得魏老师说的是实话啊，用时间眼睛向内超越自我，提高素质，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把困难、把工作、把压力都当作超越自我的阶梯，一步一步的发现一个更高境界的自我，这是一个人一生最宝贵的思维习惯啊！这样带杯、带班子、带队伍，我们这个学校啊，就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好的状态。谢谢大家。